建议给大家一些辅助训练，让你们在这个球场上的步伐更加的灵活，更加的快。你们可以在球场上看见这一条线吗？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动作，所以这些动作你们去回算一个来回，坚持做两到三回算一组，每一个动作做两组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王哥，我想看你的反手杀球。